翻开覆盖铁网，再用锄头松土，新鲜山药轻松采收。差不多九月都开始采那个农国历的九月。水管倒盖采收一根只要30秒。工要使用头冲洗，每根山药长度将近100公分，形状整齐划一，这全要归功这一根根水管。这个好多透管呐，佮套一个，佮套一个这个地吼，伊这生安尼，20几度安尼出出落去，啊较容易吼采收。顶着30度高温在田里收成，五分地每年可以收成大约9000斤，产值超过100万。哦，这影响很大哦啊！这个有的哈、哦、都把连根都拔起来，这大约哈要到了20%。62岁的山药达人林朝根曾经荣获4届山药比赛冠军，有30年的种植经验。年轻时候卖家具，后来回乡继承家业，但新手接班困难重重。头一年种袂歹。第二年种吼，也讲100丛的中间，外头2-3丛尔，剩拢死了了。山药要挑选表面光滑、毛孔小的才是好吃，但要怎么料理，达人告诉你。山药切片，搭上生菜、红黄椒、小番茄，最后淋上和风酱汁，爽口，适合夏天的山药沙拉，5分钟就能上桌。脆口。脆口的来做凉拌是非常适合。那另外还有一种是比较属于 Q 弹的。那种可能就比较适合做汤。山药古称神仙之食，现在正值产季，想尝鲜的民众可得好好把握时机。东森财经新闻陈和平、潘玉泉，新北市报道。